什么？面面。今天要介绍食玩，这是水饺和面面，所以我们现在打开喽。这个是做面条的，是做汤底的，是水饺内馅的东西。这个是水饺的膜，糖果，叉子，还有一根牙签，然后还有一个模型的盒子。那我们要开始咯。我们先来做水饺皮，这边有两个小圈圈，还有一个水饺皮的大小。那我们就先抓两个小圈圈，剥两颗，然后搓搓搓，来两个小圈圈哟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放旁边，剩下的把它分两份，要做水饺皮。好，一片，我先做一片给大家看看。然后它这是水饺的模型，把它摆上去。这个水饺内馅，把它打开。它里面有肉肉和那个豆豆。现在这要做的事情就是对折呀，捏旁边，就像包水饺一样捏边边，捏边边把它捏牢，然后打开，哇，水饺出来了，水饺，噔噔噔噔。刚刚不是还有一个面吗？先倒水，水呢，它这边有两个圈圈，我们倒到里面内馅的圈圈就可以了。OK， 这个是汤的料理包，那我们把汤倒进去咯，慢慢倒，小心哦，小心，都倒完了吗？倒完了。好，拌。我要倒。好，你也搅拌，这是汤。好，先放旁边。然后现在换面条，然后一样倒到内馅的那个线条那里。再最后一个是面条的粉，还是我搅吧？对，把它搅均匀。扶好哦，不要搞乱。扶好吗？我帮你搅。哎，多了这种。搅拌均匀，然后它有附一个叉子、竹签，那你就是把这个袋子戳一个洞。然后馅料放进来喽，放到进来。哇，好美哦！是要压在模型上的，它这个有蛋蛋和鱼板的模型，先把它压上去。好，把它翻过来，它就是一个鱼板的形状，和一个蛋蛋。蛋蛋的形状，然后挤在蛋黄的地方。小心我吗？好，汤来喽。把面条挤下去。哦，这是什么面？细面吗？面条好粗哦。对呀。鱼板和蛋蛋摆上来，鱼板和蛋蛋在这了。温泉蛋。蛋啊。我们做了什么？面面的水饺。水饺，还有面条，和它上面有蛋蛋和鱼板。来，面条。来。先从最爱吃面的妹妹开始，好不好？姐姐来吃面，好可爱。什么味道啊？什么味道啊？这是什么味道啊？妹妹很爱哎，妹妹觉得很好吃哎，来啊。甜甜的。甜甜的吗？还是咸咸的？喝喝看是什么口味的汤。我先。吃什么汤？汤好喝啊。甜，好甜，好甜，
还想要一卡。奇怪，你们不吃面就要喝汤？还想要一卡。会不会喝太多了？太好吃了，要喝完。真是怪。已经够了，已经够了。两个在抢喝汤了。我们要开动喽。他们现在吃的是水饺。里面呢，现在都是冰冰凉凉的，好特别哦。Oh my god！ 也好吃。Oh my god！ 姐姐吃面，里面还有蛋蛋呢、啊，你要吃蛋蛋？嗯啊。那什么表情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，小鱼？小鱼，水饺吃完了。太快了，它的汤有点像可乐的味道。可是非常甜，果糖。里面是还有鱼板，鱼板，好吃吗？好吃哦。很酸。他们这次吃啊，全部都吃光了，就剩下面条，他们不爱，所以就剩面条没吃完了。哦，妹妹还要吃，好来啊。好，妹妹这次很捧场哦，啾妹跟妹妹都要吃。那下次还要不要再玩？还要。那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好，妹妹吃。我不想。不想。我要喝。